上我小姑姑来托梦，她说她想要结婚了，她说她认识她一个在旁边的一个朋友，那还有讲名字哦，说叫做罗一凡，她说他们想要结婚。那很妙，那早上起来赶就跟我妈讲这个事啊，后来跟男生我们怎么也梦到同样的梦，而且他们也有这个名字罗一凡，这个更绝的是，然后我们到那灵骨塔去一看，真的就在他的骨灰坛旁边就是一个罗一凡，然后我们就赶快就透过那个灵骨塔的那个管理委员会去找到罗一凡的家属。嗯，那罗一凡家属也真妙，他们也在同一天做到同样的梦。哎，然后呢他说，对，他说他们做儿子说啊，他想要也想要结婚了，还是在他旁边认识了一个女孩子，那也叫做王小薇，名字都长出来了。嗯，那这样我们觉得太这样真的是太巧，就赶快我们就请了法师，然后帮他们就是做这个所谓的这个叫做姻亲冥婚的仪式，然后办烧了一些就是车子啊，纸包的车子啊，还有房子啊这些之类的。那后来啊，那过了没几年，我又做了一个梦，然后我妈妈又做了，我奶奶又做，又是我们三个人，奶奶又做了一个梦，梦到呢我小姑姑，然后跟我小姑丈也出现了，然后他们在一个很像类似好像天台的地方，然后小姑姑就手上抱着一个小 baby， 然后她说贝贝来你来看，她说这是我儿子。哎呦，然后自此之后呢，那时候感觉啊非常的开心，自此之后就完全都没有再梦到她了。那现在我也有带一些照片来，那就是在前两个月，那他们因为男方家里面呢移居到澳洲去，那这是他们在澳洲的祖坟，那把我小姑姑的骨灰也带到那儿去，这是我小姑姑的骨灰，然后这个是罗一凡小姑丈的骨灰，然后这是他们的爷爷奶奶的骨灰埋在一块儿。在老师我想请问你，在冥界里面呢，他们不是灵魂吗？灵魂怎么会生小孩呢？这是不可思议。这就是我们讲的在灵界有灵界的一个生活，其实跟阳间是完全相同，只是它是正反两面。而且冥婚这个仪式哈，像男女共同合葬这种的哈，事实上从周朝开始就已经开始有。那周朝那时候有《地官梅氏》这一本书哈，它就已经明确记载，在当时就已经有所谓的冥婚的形式，而且刚开始的时候是双方，也就是双方死掉之后一起合葬。那么到后来慢慢演变，也就到台湾之后啊，那么有一些沿海的省份，那么才开始改变成，比如说女孩子死亡之后没有结婚，那么会回来讨家。因为就开始有这样子。那老师，你还没解释小 baby 生小孩。那灵界来说的话，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它是跟人界是相同，所以它也会有我们讲说跟我们在讲说也是一样有这个所谓的生老病死。那么在冥界都只是它的死亡过程里头，只是它要必须要转化再投胎再回到人间，那么变成我们讲一般的小孩子，那么再重新再投胎转世。可是当时在灵界里面结婚生小孩。對對對對，不是说再转回来，没有转回来。将来那个他在将来就是说他在阴间的阴寿结束之后，还是要再投胎，那么转化成阳间。再转一次。对。其实我在想，有没有可能就是，比如说在阴间一个男跟一个女结婚之后，然后那个小 baby 他也是死掉的，然后就把他抱来，是不是？不会。其实跟我们人间是相同。他也是生出来的吗？对，其实我们对灵的那种观念来说哈，一般人应该要慢慢修整，不要觉得说它很恐怖很可怕，其实它就跟我们人一样，就存在一个空间里面的。老师，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你，因为这样好像有点打破我们本来这个宗教信仰，像他们说一般这样自杀身亡的人，通常好像没有办法投胎转世或者再继续一样，好像一直在那边受苦受罪。那为什么我小姑姑会发生比较这样突兀的情形呢？其实这个跟家族有关系。我们讲说，因为一般来说哈，死亡之后成为我们叫做地缚灵，也就是被绑在这个地方，他每天可能会重复自杀的动作。那但是呢，我们讲说透过家族，如果说家族本身有在做修行，做一些那种话，有无形中回向给他，那事实上可以减轻他本身做一个超脱的这个原因啊。小姑姑走的时候几岁？
20岁。二十岁很年轻啊，很年轻。好，我们来听陈慧的鬼故事。这个故事要跟沈荣两个人合力完成啊。是这样，其实去年啦，我跟沈荣一起那个参加一个就是出外景的一个玩游戏的节目啊，野蛮游戏。结果我们两个呢就到了那个日本去了。结果我那个好像第一站对不对，在松岛。结果一进去的时候呢，我还蛮高兴的，因为我很喜欢看日剧嘛，所以一进去我就说，哎呀，也是这种榻榻米的那个房子啊，就有点像温泉旅馆这样，哎呀好棒啊，终于在这个自己生活当中可以看到日剧中的那种感觉了。可是后来沈荣就跟我讲，他一进去的时候啊，就觉得怪怪的，有点不妥。那前面他是没讲了，那我是很高兴啊，觉得看到这个，终于看到这种温泉旅馆的长相，不过那是一个比较老旧的旅馆啊。那然后有第二天我们是因为要到就是真正的外景地，那第一天只是就是说稍微休息一下。那第二天我就觉得说啊，马上就要走了，好不容易来到松岛，松岛是日本的三大奇景之一，居然我们连看都没看一下。所以早上呢吃完了早饭，大概7点多钟，那我就想说好吧，我来趁这个中间的空档，大概还有一个多小时，我想到外面去晃一下。那沈荣那天好像是要想补眠，对，好困、啊、好困好困，对，他说那我不去了。所以吃完早饭之后，我就趁着7点半到9点集合中间这个一个半小时，我就出去逛一下。那沈荣就单独一个人就回到了我们那个房间里面、嗯、那个房间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像是比较边间的对不对、嗯、最靠边间的。那数字沈荣还记不记得？我忘了，就是我现在也忘了，我只记得沈荣跟我讲，因为他有修密宗，他说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数字。对对对，好像那个数字加起来是8的样子，八是很不好的数字，就是反正是不好的数字，对对，是不好的数字。对，他前天也就是起先都没有讲，后来呢我就到那边逛啊。那早上那天是冬天了，11月底的时候，可是呢其实天气越来越亮，太阳就是很好，那天天气非常好。等到我逛回来了之后呢，沈荣我就看到沈荣睡在一个角边那边，我把门一打开，那时候太阳都已经照到屋子里面来了，就阳光非常大，因为外面是下雪嘛。对对对，阳光非常大那天，然后是很好的一个天气。沈荣就突然很虚弱的跟我讲说，陈慧，这个房间里面不干净。那我是那种你知道，就是敬鬼神而远之，平常不太去多听跟多想怪力乱神的事情。我一听之后，我就突然又发挥了我那种逻辑分析跟组织的能力，我就说，你是说哪一方面不干净？这个，因为我想有两种方面的不干净，一个是这个房间打扫的不干净，还是因为沈荣是蛮信密宗的，我就知道可能有意思要讲这方面。然后就看到沈荣正要回答我，我刚问完这个问题的那一刹那间，立刻就整个光线就。唰，这样子整个就变了。我们当然知道，有的时候就天气很好，有一片云可能盖过去的时候，那可能就会整个光线暗掉。可是太巧了，因为沈荣说，对，我就是说那个不干净。他在他回答我这一句话的时候，整个光线就一变，搞得我突然一下子啊觉得非常的毛。然后你就看我们两个非常有默契，第二句话也不多说，争取第一时间把所有要该收的东西全部收好，我们两个人就赶快这样拖着东西就出去了。等他出去之后才问说，沈荣到底刚才怎么了。那沈荣来，不好意思，看一下，就是不要停，就是不要停，怎么了？怎么了？小姑姑在怪我。小姑姑在怪你啊？小姑姑在怪你。我有，她怪你什么？嗯，她在现场吗？她在现场。她不是在澳洲吗？小姑姑现在，你现在感觉到她在现场是不是？她现在哪个方向？老公，我们现在都过得很好，因为要难得，小姑怪我不应该在国外的场合谈这种事情。小姑对不起。写的啊，我是说我儿子讲爸爸，我们现在去美国哈，反正就跟生前一样这样讲话就对了。我们在坐几点的飞机，怎么这样讲了哈？爸，你要来，我就跟着我们
灾难。嗯，他就真的 hotel 打开，真的就在房间里面，你知道？我跟我女儿都看到了。啊，你们两个人都看到了？我们都看到了，对。